给你。哦。秘密就在幽灵谷。幽灵谷。人呢？人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人呢？幽灵谷。写的什么呀？怎么查这么久还没查完呢？哎呀，这报纸不得一张一张查吗？不能有漏的地方啊！哎，哪有那么麻烦？啊！停！幽灵谷一战成名，战略物资神秘失踪，幽灵谷，秘密就在幽灵谷。谢谢啊，花生。啊？幽灵谷，这和搜神方有什么关系呢？给我纸条的人要干什么呢？幽灵谷，这和搜神方有什么关系呢？给我纸条的人要干什么呢？元帝，都这么晚了，赶快吃饭吧。来。怎么不吃啊？不好吃吗？搜神方和幽灵谷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搜神方？嗯。我听假无神那些土匪说起过搜神方。你说什么？假无神说起过？就是去溪头村前，我听假无神他们议论过。说是要想找到宝库，就要先夺到搜神方。宝库？什么宝库？这我可不清楚。不过我听他们讲，宝库好像跟穆家老爷有关系。说什么搜神方是打开这个宝库的钥匙，但只是其中的一把。其中的一把？你坐下。哎，嗯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我还能知道什么呀？没有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坐下吃饭吧啊、嗯！我先出去了，吃完了叫我。嗯。穆家宝库，宝库，穆家，白猿，日本人，幽灵谷，哦，还有你们陈家的搜神方。看样子这之间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啊。穆家曾经是四方台的土司，统治了四方台上百年。穆家老宅就是我们现在的县政府大院。根据四方台县志记载，穆家当年被人血洗，上上下下几十口都死于非命，就是没找到穆老爷一家人的尸体。这恰好是白猿在幽灵谷袭击日本人的几天之后。陈元帝同志，你怎么看？根据查到的报纸，我这样分析啊，白猿在幽灵谷袭击日本人，是因为白猿得到可靠消息，要撤退的日本人有一批带不走的战略物资和一个宝库。双方交手之后，白猿伤亡惨重，而且一无所获，所以他肯定要回头来找给他消息的人报仇。你的意思是，送消息的人是穆家老爷？对。我猜宝库就是穆家的，穆家老爷精心设计了一个局，他想让白云和日本人在幽灵谷打起来，两败俱伤，他好把宝库夺回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
白云没死。难怪白云在西头村搞出那么大的动静来，看来他想夺取你们家的搜神方，去开启穆家的宝库。哎，你倒说说看，你们家和穆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陈炎帝同志，你们陈家和穆家肯定是有渊源的。你们陈家的搜神方为什么能打开穆家的宝库？还有，当穆家被血洗的时候，你们陈家就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冯总，张书记，地委通知，现在召开紧急会议，请您马上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这些事情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十三会了吗？赵县长，我也出去了。站住！什么事儿？陈元帝同志，说说吧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别三棍子打不出闷屁来啊！嗯？你平时不是挺能分析的吗？啊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，照样，再来，再来。我现在就这么一个线索：幽灵谷。别说我没警告你啊，要是你自己偷偷跑去幽灵谷，我第一个就把你抓起来，你信不信？信。走了。搜神方和幽灵谷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陈家和穆家到底有什么渊源？啊，干嘛去啊？上厕所。哎，上厕所啊，正好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走。我又不想去了。是吗？哎呀，等会儿再去。那我也再等等。来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干什么呀？我今天洗了几十件衣服，你来检查一下。你看我的手都起泡了。我这儿还有正事儿呢。我这也是正事儿，走吧。那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交代一下，再跟你去啊。哎呀，走吧，跟我走。听好，是。跟我走。睡着了，队长，什么情况？坐半天了，一动不动，一动不动。对，这就是陈元帝。陈元帝这小子，他也太狡猾了。谁在那儿？咱们先去。
有因果，队长。你少废话，赶紧的吧！真出了事，我饶不了你。你怎么跑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刚巧听到的。听我们村里人讲啊，幽灵谷很可怕的，那可不是活人进去的地方，到处都是鬼魂，寸草不生。真是迷信，哪有什么鬼魂呢？我早就告诉你了，这世界上没有鬼魂。白猿不也去过吗？啊，他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白猿，他跟鬼也差不多了。你听我的，一个人是绝对不能进去的。既然这么危险，你就快回去吧。哎，我不放心你，东西我都给你带齐了，我是专门来保护你的。陈元帝，找宝库你干嘛要把我甩了呢？我不是去找宝库。就算不是，那也肯定是跟宝库有关的。走吧，我带路。走啊！跟上。行吗？要像你那样砍啊，得到黄天马月才能出去呢。没有你那样砍的，记住，砍东西要看准了，劈下去速度要快，手腕用力。想不到你这么有劲儿。山里的姑娘打小就砍柴，习惯了。走吧。幽灵谷到了。哦，我们走吧。小心点。有我在你身边呢，别怕啊，什么都别怕，没事没事，只不过是几个骷髅，别怕，你去那边等我，我去看一下。你别去。你去那边等我，啊，我马上回来。别怕，去吧。哎，小心点。这些日本兵死状很怪，尸体干枯的像木乃伊，好像不是死于枪炮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是张地图。凤凰池。元帝。来了。元帝。来了。还没好吗？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找到什么了没有？我找到了这张图。凤凰池，你看看这图，不知道和宝库有什么关系。元帝，咱们走吧。嗯。现在，天太黑了，歇歇吧。你在看什么呢？看星星，最亮的那颗星星就是我妈妈，她一定在看着我呢。星星很美。哎，孔雀，你看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一片最亮最美的叫银河，看见没有？银河是什么地方啊？是牛郎织女住的地方吗？你说的那个银河里有河神吗？你问题还真多。这样，我给你讲一个河神的故事吧。好啊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河边住着一位英俊的大鱼郎，他勇敢善良，他每天都会出现在这条河边打鱼。而在这河里呢，还生活着一位美丽的小鲤鱼精，她特别向往人间的生活。有一天他们俩相遇了，那鲤鱼精啊，每天都来陪她，可是没过多久被她的义父河神知道了，她劝说女儿却根本打动不了她，于是她一狠心牺牲一条。别动！站下！毒计。你们不会杀我，对吧？你很聪明，但是我可以杀他。哎，别，这事和他没关系，放了他。心疼了吧？那就乖乖听老子的话，把搜身房写出来。我没纸笔，写。写，不能写，元帝，别打他。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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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写。哎呀！元帝，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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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起来！起来！快跑！站住！走！小心！这样！孔雀，怎么了？他受伤了。你先留下来照顾他，我要追上那两个人。跟我来，快追！我怎么喘不上气？刀上有毒。孔雀。孔雀，刀上有毒，我得把毒血给你挤出来，一旦毒发了，那你就危险了。
你得忍着点，会很烫的，听到了吗？忍着点。尽量回去还来得及。齐了，我是专门来保护你的。孔雀，快走，快跑！你受伤了，孔雀，你一定不能有事。别睡，你别睡，我求你了。老柴，怎么样？啊，快，来，我来走。走，快。怎么了？啊，不行，来不及了。快，要不，快，快！掌柜的，蓝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蓝掌柜的！哎呀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蓝掌柜的，对不起啊，有个同志中了毒，需要马上解毒啊！哦，哎，你要什么药啊？我帮你找。有犀牛角吗？卖完了。知母呢？在柜台上呢，就在那上面。好。我先处理一下伤口，快去把银针拿来。哦，好。哎，他受的什么伤啊？被蛇咬了。哎呀，我看这时辰耽误了，只怕是华佗在世也。别胡说，他死不了。哎，你怎么动针啊？这可扎不得，出了人命可不得了啊！哎，老山，又吐了！哎呀，糟了糟了！银针渡命，请问？有位神医叫陈玉如，你认识吗？是我爹。哎呀，怪不得你胸有成竹呢。没事就好了。谢谢啊，蓝掌柜的。我已经给他解了毒，你去打点热水过来。哎，他吃几副汤药，休养几天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哥，这儿交给我吧，你去歇一会儿。没事，我来。来，哥。陈元帝，你给我出来！
什么事儿？领导，到，把陈元帝给我抓起来。啊，是。陈元帝同志，咱们走吧。李红河，李红河，你干嘛找我哥？他违反武装大队的纪律，必须严肃处理。你干嘛这么凶啊？你一点人情都不讲。你还敢跟我讲人情？要不是我带人，你哥早被杀了。嗯，真的。嗯。那你怎么不去抓杀我哥的人啊？我一个一个抓。领导，是。你敢？哎，抓起来！不会有事儿的，他们都是为我好，放心吧。哥，没事，先回去吧，回去。李红河同志，我该留下的其实都留下了。留下什么了？跟我来。看清楚，这不是给你们留下了吗？这什么什么？你留下什么了？搜神方。嗯。哎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赵县长，你来得正好。他不但违反纪律，还把搜神方给撕了。哎呀，既然写了，干嘛要撕了呢？撕了我可以再写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们先开会吧。真的看清楚了，他们的尸体都这么怪异。是，他们绝不是死在枪炮之下，这么些年都没有腐烂，倒像是一下子得了某种瘟疫。瘟疫？什么样的瘟疫可以在短时间内致人死命，并且常年不腐呢？哎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我们可以提取一些尸体残片，拿去化验。好，我马上就派人去。赵县长，啊，说说你的发现吧。好，是这样，最近我仔细查了地方志，有一个重要的发现。据传说，100年前，西南是中国出产黄金最多的地方，而穆家也恰恰从那时起开始储藏大量的黄金。据记载，穆家买光了滇缅边境出产的黄金，藏进深山，也就是我们这一带。但是至今也没有人知道，这批黄金具体藏在什么地方。我怀疑白猿要找的穆家老铺就是藏这些黄金的仓库。100多年前不正是？对，就是陈家的搜神方开始出现的时候。那我推测，搜神方就是打开穆家老铺的钥匙。白猿血洗穆家，逼死武爹，其实都是为了这穆家老铺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有一件事情还不清楚，这个穆家老库跟日本人有什么关系？日军当年入侵边境，控制了斯瓦台地区，为了支援滇缅战役，他们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武器。而穆家老库呢，是一个巨大的仓库，并藏有黄金，日本人一定不会放过。那之前的猜测是对的，日本人听说了穆家老库，不仅霸占了它来储备战略资源，而且还想把黄金占为己，因此穆家为了除掉日本人，抢回老库，故意设计让白猿袭击日军，让双方两败俱伤。结果没想到白猿没死，白猿他为了报复却血洗穆家。有这个可能，但是白猿这么做不完全是泄愤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他要穆家交出穆家老库，但是穆家没有交出来。对，后来白猿发现，其实陈家的搜神方就是通往穆家老铺的钥匙，所以他绑架你父亲，要他交出搜神方。你父亲很可能给了白猿一个假的，回到家里知道白猿一定不肯善罢甘休，于是就自尽了。看来这张地图一定和穆家老铺有关，但这个凤凰池在什么地方？我想，凤凰池应该就是现在的粮仓。我看过县志，这个凤凰池是当年穆家用来祭天的道场，
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毁后，就改建成了现在的粮仓。那东西不就全毁了？咱们白忙活一场。恐怕不是你想的这样。如果当初凤凰石被毁，大批的物资和黄金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看来白猿的叫嚣也不会是空穴来风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白猿的叫嚣是有根据的？那会不会要找的东西就在粮仓底下？要找的东西就在粮仓下边。哦，搜查粮仓。是。大家再仔细检查一下。是。张书记，所有的地面都检查过了，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。难道是我们判断错了？白猿的那两个手下想独吞宝库，竟然跟着陈元帝溜进了幽灵国，差点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要让白云明白天狼行动到底是谁在主使。中校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轻易得逞的。想和我们抢穆家老库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我一定找机会接近县政府，尽快搞到搜神坊。哥，嗯，孔雀怎么样了？我喂了他药，他睡着了。哦，哥，嘘，我先出去一趟，你照顾一下孔雀啊，拿着。嗯，哎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哎，待会儿县长要是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出去了啊，记住了吗？于队长。你过来一下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哎，我跟你说的，队长，记住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李队长，我找你有事情。啥事儿啊？你醒了。你来了。啊。你好点了吗？嗯，好点了。是你把我背回来的，我是不是很重啊？啊？啊啊对，啊不是，有点重，这得感谢李队长他们，要是我一个人，还真背不回来。嗯，那你就帮我跟李队长说声谢谢吧。我不去。怎么了？你得尽快把伤养好，把身体养好了，你自己去写。听我的没错，我是大夫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哥怎么得罪你了？你老是找他茬，还找人抓他。这不是得不得罪我的问题，他违反了部队的纪律，这又不是第一次了。违反纪律就要找人抓他吗？那当然了，军队是什么地方？军队是纪律部队，要不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哎，那部队里有什么纪律啊？那多了去了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当然要知道了，万一以后我当了兵的话……停停停停！谁说让你当兵了？啊，谁同意你当兵？你说的呀，你说要考验考验我的，你交代我的任务全部都做了。你洗点衣服就算经过考验了，革命战士考验多了去了。你先去伙房帮忙去。你为什么不是让我洗衣服就让我做饭呢？我告诉你，这些事情我从小就会做，我每天都做。在家做能跟在这儿做一样吗？啊，在家叫做家务，在这儿叫革命工作。你，李队长。啊，蓝掌柜的，啊，找你的人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是来给那位姑娘送药的，这些啊都是消暑解毒的药。
这中了毒的人啊，一定要好好调养，不能让毒素积淀下来。那真是谢谢你了。看看你又跟我客气了，现在都解放了，不是说咱们居民一家人吗？是是是是。哟，你看看我光顾着跟你说话了，都没跟人家打招呼。小妹妹你好啊，叫我陈家妹同志。哟，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啊？不会是我们李队长给你气受了吧？他才没有给我气受呢。你快去伙房帮忙吧，啊，别磨蹭了。走了。坏了。哟，蓝掌柜来了。啊，陈同志。那天真是谢谢你啊，要不然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每个人都说一次谢谢，我还敢来吗？哎，孔雀姑娘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李队长，谢谢你啊！啊，对呀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，这位是蓝家药铺的掌柜的，人家今天给你送药来了，你的伤就是在他的药铺治的。我听原地说了，谢谢你啊，蓝掌柜。哎呀，好了，谢什么呀？救死扶伤是咱们这行的规矩。再说了，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倒是这位陈同志医术那么高，我呀都看傻了。哪里啊？啊，嗯，陈同志啊，我是觉得这姑娘的伤可不像是被蛇咬的呀，倒像是刀伤，这姑娘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？怎么会是刀伤呢？啊，也是，不管得罪谁了，以后小心就是了。再者说了，你也不用怕，你看有李队长还有你家陈同志在呢，他们一定会保护你的。蓝掌柜的，他们俩不是两口子。哎，不是两口子。哦，对。哎，啊，你看，我倒是觉得你们挺般配的。哎呀，嗯，这个药呢，我就放在这儿了。既然有行家在，我就不用献丑了。让您亲自送来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那我送送你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蓝掌柜，慢走啊。李队长，你不送送我吗？嗯啊，好，我送送你，蓝掌柜的。好好养伤啊。哎，再见。来，蓝掌柜的。啊，蓝掌柜的，你慢走啊，我就不远送了。你急什么呀？谁说我要走了？蓝掌柜的还有事儿啊？你的腰是不是伤了？没事儿，扭了一下而已。你看你这个人，这可大意不得啊！人都说啊，腰是肾之府，腰要是出了事儿啊，那可就是大事儿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回头我自己贴两副膏药，很快就好了。来，你看，我都给你带来了。哎，别别别，这都不好意思啊！干嘛呀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？是不是嫌我腰铺药不好啊？不不不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！谢谢蓝掌柜的。不是这个意思就好，走吧。啊？哎，蓝掌柜的，去哪儿啊？贴膏药啊？难道要在这儿贴啊？那去哪儿贴啊？你说呢？蓝掌柜的。蓝掌柜的，蓝掌柜的，你太客气了，我自己贴就行了。好了好了，你来坐吧，坐。其实我自己贴就行了。哎，蓝掌柜的，门就不用关了。坐下吧，把衣服脱了。什么？不脱衣服，我怎么贴膏药啊？哎呀，蓝掌柜的，这种伤我经常犯。我平常都是自己贴的，没问题的。哎呀，不行，万一贴错了地方是没有用的，治不好的。还是我自己来吧，来我来帮你啊。会贴。哎，来来，不用不用不用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自己来。没事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别客气，没事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穿衣服。不用了，来来，谢谢谢谢。没关系，你就别客气了。还是我自己来。李队长，没有关系，我来帮你脱。哎，你们俩干什么呢？
生不生不生不日